有的时候我们会是在一个孤独和黑暗中，或者幽暗中，自己一个人这样长。我们在日常交往当中，都不愿意说自己的糗事儿，或者是说生活中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都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光彩照人的一面，然后呢，把自己内心的脆弱和一些无奈，深深地隐藏在自己的心里。但是我们总要去面对这些事情，我们不可能去回避生命中这些课题。真正的智者，或者是说生命力顽强的人，他能够从这种困境中超越出来，去成就一个更加强大的自我。所以这些呢，在书中往往会给我们得到很多具体的教诲。我觉得人生应该允许人去尝试，允许人去摸索，甚至碰壁，甚至调整方向，遭遇挫折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痛苦是真实的，啊，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。我们是否在这样的痛苦中能够获得成长？所谓这个成长，绝不仅仅是最后找到了我的那个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自我，而是通过成长，你和世界、和他人、和自我达成一个恰当的关系。不知不觉，已经陪伴你来到2022年。阅读人袁若航再次走进书房，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陈胜亨。我也要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让我看一下。哎，你给我看一眼。本周将由他们来抚慰你的睡前时光。新的一年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理想和体悟与我们分享呢？北斗七星。哎，当成长的故事一页页翻开，我们将看到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自己。你听到了吗？总有人在沙沙生长。还没睡呢？这么安静的夜晚在干什么呢？晚上好，我是若航。我带了一些自己喜爱的书来到书房，既然没睡的话，就把我手里这本读给你听吧，巴金先生的《海行杂记》。当时年轻的巴金深受新思潮的影响，毅然决然踏上了出国求学之路。而他知道自己能脱离封建家庭奔赴理想，是因为两位哥哥在承担着大家庭的重担。多年后，在这本书集结成册时，他说：我为我的两个哥哥写这本游记，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，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。这样的心绪让巴金先生舍不得睡了，便写下了这篇《乡心》，以寄托自己的乡愁，也憧憬新生活的到来。我不想睡，趁大家酣睡的时候，跑到舱面上去走走。我上了舱面就感到一股寒气，不由得扯起大衣的领子来。四周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吵人的机器声时时来到我的耳边。浪很小，船也平稳，风并不大。一轮明月照在万顷烟波之上，蓝色的水被月光镀上了银色，月光留在波上，就像千万条银鱼在海上游泳。我这时真想拿一根钓竿把它们钓几尾上来。我默默地在舱面上走着，
明月陪伴着我，微风轻抚着我，有无涯的大海让我放观，有无数的回忆尽我思量。人生难得几两宵，是乐吗？还是痛苦？34天的旅行到此告了一个段落，明天太阳照眼时，我们就要踏上法国的土地了。这时候似乎又觉得船走快了些，现在对于海上的生活又感到了留恋。这34天的生活的确是值得人留恋的，然而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岸了。明天要上岸了，和以前在家时，在上海时，明天就要走了的思想一样，激动着我的心。这种时候要说是快乐吧，自己心里又不舒服；要说是痛苦吧，又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。这是怎样的矛盾啊？我一生就是被这种矛盾支配了的。不知道怎样，我竟然被无名的悲哀压倒了。四周有这么好的景致，我却不能欣赏，白白的拿烦恼来折磨自己。时候不早了，明天还得走一整天的路。倘若在家里，我的大哥一定会催我：“四弟，睡得了。”现在呢？即使我走到天明，也没有人来管我。能看见我的，除了万顷烟波之外，就只有长空的皓月一轮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相心五处同。风笛余生的我，对此情景能不与古诗人同生一苦。然而过去的终于是过去了，我应该把他们完全忘掉。我需要休息，明天我还得以新的经历来过新的生活。我读完了。当时巴金先生拿来写游记的小书是在西贡买的，第二天开始写，在马赛上岸时只完成了一部分，在巴黎又继续写了一部分，直到1927年10月才完结。初到巴黎的第二天，年轻的巴金就生病了，这天刚好下雪。原本他只想给两位哥哥写下杂记，托付回国，好让他们安心。那时他的落款还是姚棠。但在今天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们翻开这本小书，再次被温暖心底的力量所鼓舞。倘若你也将要离家远行，就带上这本小书吧。每一个夜晚，在月光书房，想把我读给你听。明天见。Thank you.